生命旋律，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制作，刘琦编稿，于爱莲主持。神是光。暗室之后，蔡苏娟姊妹决志信主的那一刻是很特别的。当她还在基督教的学校读书的时候，有一天她和几个好同学去郊外打球，其中一个同学不小心将球不知道弄了去哪，于是大家就分头去找。蔡苏娟心想，不知道球会不会跌在石罅上呢？于是她就顺手推开了一块很大的石头，怎知道这块大石头的下面埋埋了很多蛇虫鼠蚁。他们一见到光，哇，就立刻鸡飞狗走，都不用几秒钟就走了。他当时看到了这一幕，心里面产生了很大的感触。他联想到人的心里面都好像这样，充满了各式各样人们看不到的邪恶想法，甚至乎是欲念，需要有光的照射来驱走这一切的罪恶。结果就在那一天，蔡素娟就站在那块大石头的旁边，向神承认自己的罪，并且决志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。我在一部叫做《暗室之后》的电影里面看到了刚才所说蔡苏娟姊妹决志信主的一幕。她个人的经历再次提醒我，神就是光这个重要的真理。在圣经里面，除了耶稣基督之外，将神是光这个信息讲得最多，解释得最清楚明白的会是谁呢？应该就是使徒约翰了。有人说，使徒彼得对主耶稣的爱就好像他的个性一样，是粗枝大叶的，而使徒约翰对主耶稣的爱亦都好像他敏感的个性一样，是细致型的。所以我们读到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、二书、三书的时候，好自然我们就会被神的爱、基督的爱所感动。但是事实上，使徒约翰在讲神是爱之前，他先强调的是神是光。其实当耶稣基督教导他门徒的时候，时时都强调他就是光这个真理，留给了约翰一个好深的印象。那现在就等我们来根据约翰的言论思考一下，神是光和我们又有什么不可忽略的关系啊？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一章五到七节里面，中文标准的译本是这样讲的：我们从基督所听到，现在又传讲给你们的信息是这样的，神就是光，在他里面毫无黑暗。如果我们说自己与神相契合，却仍然在黑暗中行走，我们就是在说谎，没有遵行真理。但如果我们在光明中行走，就像神在光明中那样，我们就是彼此相契合的，而且神的儿子耶稣的血也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的罪。在这里，约翰首先告诉我们，神是光这个真理是耶稣基督亲自教导他的门徒的，然后传给我们，令到我们基督徒清楚明白地知道神是充满荣耀的，
充满光辉，是完全圣洁无瑕疵的。印象中，在我所看见过的电影又或者是戏剧里面，神的出现几乎都是以一道强光来代表，因为人实在没有办法去表现出神的形象，只好用光来代表，因为神就是光。相反，在舞台上面，当魔鬼要出现的时候，一定会将灯光即刻收暗，表示魔鬼是在黑暗的入面。所以人不可能属于神，同时又属于魔鬼，你说是不是？因为光明和黑暗是对立的嘛，是互相排斥的。我们如果不能够紧紧地跟随着神，走在祂光明之中，那其实我们都不需要选了，因为已经落在黑暗的权势里面了。你说是不是很可怕呢？在日常的生活中，光对人的重要性真是明显可见的。譬如光有照明的作用，无论是照在什么东西上面，就会令到那样物件清楚地可以被人看到。在旧约圣经诗篇第119篇105节里面，诗人向神祷告说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真是的，神的话就代表了神自己，有光的作用，可以照亮人应该行的路，令到人的脚步行在平安的路上面。神是光，亦都照亮人本来看不到的一些真理，令到人的心眼可以明白。所以在每日的朝头早，我都会祷告，求神帮助我走在祂的光里面，明白祂的心意，不要偏行己路。另外，光有杀菌和消毒的作用。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呢，就是在猛太阳的时候，将棉被啊、衣服啊咁拿出来去晒一晒，说可以杀菌嘛。神是光，能够驱走我们心里面的罪恶，帮我们做一个新造的人，就好像蔡淑娟姊妹的经历一样。所以只要我们一直保持在神的光里面，黑暗的事物就很难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了。还有光可以带给人安慰，当夜阑人静的时候，家里的小朋友如果半夜睡觉炸醒了，发觉自己一个人间房又黑蒙蒙，他就可能会很害怕，还会大喊。在这个时候，做父母的一定会快点去到他间房里，开着眼灯，间房有了光，小朋友就不会再害怕了，因为光给到他安慰。神是光，亦都是带给基督徒很大的安慰。我很喜欢时时背诵圣经里面带有应许的经文，因为这些经文就好像光一样，带给我安慰和希望，令到我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和喜乐。譬如当至亲的人离去，觉得自己无依无靠的时候，神就一再叫我想起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54章第10节，神说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，这是连率你的耶和华说的。神的这个保证安慰了我的心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，不要忘记时时去数算一下神给了我们有多少宝贵的应许，因为当你体会到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惊讶，发现原来我们是这么富有的。
主耶稣曾经吩咐我哋要作世上嘅光，不过信徒就好似月亮一样，你知唔知点解啊？因为佢自己本身并唔系一个发光体，月亮需要反射太阳嘅光。同样嘅，我哋亦都必须靠近神呢一个光嘅来源，先至能够发射出光嚟噶。所以我哋嘅言行举止同埋生活一定要好，先至可以喺其他人嘅身上产生功效，叫其他人羡慕属神嘅人系几咁光明磊落，亦都叫我哋唔敢随便咁去犯罪作恶。更加能够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里面做一个真正的安慰者。所以当我想到神是光的时候，我除了感谢祂之外，也都不免会自我检讨一下，到底我这个透光的器皿有没有发挥出光的这个功用来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，但愿我们彼此提醒，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神是光。在我心空虚有昏暗，看不到精彩人生，我仿佛浮沉在海中的人，徘徊处处前路只见雷人。耶稣的手那已经给刺穿的手，拥抱着人间哀痛，让我能得救。耶稣的手绽放出的爱似长和心口，仇恨与绝望永不再有。在这刻他主动走近，我的心因他重生，那双手藏着属天的福分，还为我留下真爱烙印。耶稣的手已经给刺穿的手，拥抱着人间哀痛，让我能得救。耶稣的手绽放出的爱似长和心口，仇恨与绝望永不再有。全心感恩，信靠他一切好。